我觉得今天比较好跑一点。有，我觉得今天比较好跑一点。真的，真的。灵敏度高一点点，然后，哇，高个毛啊！垃圾！哇，真的有比较好跑一点点啊，一点点。然后画面不知道为什么变大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我没有动解析度，就是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画面就变大了，就是可能受到某些刺激，然后就变大了，能懂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化学反应。好，他会撞，我们这里就直接抓地。啊！我也撞了。视讯一定要摆这样吗？你知道这是笔电的视讯吗？好不好？这是笔电的视讯，所以我看荧幕就变成这样。嗯，没办法，就当作这样吧。你自己知道意思就好啦，我不可能去瞪你啊。我键盘是插轴，插一个轴。我觉得今天好像好跑一点，真的，我有感觉到。有哦，有哦有哦。我们要想象那个视讯，就是你们就是那个萤幕，好吗？你们就是那个视窗，你们就是跑跑视窗，好不好？你们正在被我狠狠的瞪着，防御力下降。嗯，我没有改轴，没有改轴，我是换轴，轴坏掉了换轴，不是改轴，两个是不同意思哎、欸。
一样是茶走啊，我没有改走，我比较喜欢用茶走，因为茶走有一个段落感。如果你们真的要买一些什么，真的要买一些什么？哦呦，他那个是什么手里剑是不是？还有两个封魔手里剑呢。对，你们真的要买适合跑跑键盘的话，你们可以等 Zoe 那一只二代出来。那只我用过了，它是反应很快的键盘，然后蛮适合的。我撞了，啊！哎呀！对。哦，我这边来两次。还要再来一次是不是？哎呦，蚊子，耶、yeah ！有没有可以开始杀蚊子大作战？转，我们来高雄就来杀蚊子。那个新 Zoe 怎么带走？那是试用版啊。电玩展的时候，你有去 Zoe 的摊位，你都可以用啊。对啊。我们的 TGS 电玩展的时候 ，Zoe 有架一个摊位，让大家去试用那个萤幕跟键盘，240Hz 的萤幕，极省。好，这样双萤幕吗？我们家没有两个萤幕。好可惜，键盘不错了。耶，你有用吗？耶，你有用吗？你有用吗？别闹啦 ，Zoe 摊位找不到。你知道你进去 TG 的时候，那个还有一张那个整个摊位的表啊，那个一定要拿的、啊。对不对？尤其是那种，像是那种猎神啊，那种摊位一定要去的、啊，修够很多啊，懂不懂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你没去 Zoe 了，因为没有修够。
还有我们的 PS4 的 PS4 的那个展场里面，我有看到那个，完蛋了，我忘记他叫什么了，阿达哦，是叫阿达吗？在那边玩那个高女子高校生 VR， 说没有了吗？我还想玩。不是说那个标题号称说有了这个之后就再也不需要交女朋友了。哎，猎神那个不开玩笑哎，猎神那个不开玩笑哎，但我没有去看啊，我朋友跟我讲的，超什么说有说多夸张就有多夸张，说请了一整排的。龟白的啦，任君拍照好不好？不是挑选，是拍照。等下讲错就被杀头，直接实况之路直接终止。但不是这个啦。我们太空蜿蜒有跑吗？我们太空蜿蜒有比赛吗？对，然后猎神又请了那么多的一个大牌的实况组，像是这个雨熙啊、蛋卷啊、咪他、凤梨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。啊，对对，蝴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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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没错。我觉得我要去帮困困葵了，但是我们这场要先杀他。哈哈哈哈哈！啊啊！没事没事，我们反将他一军。哦，他闪了，他闪了。杀不到，认识凤梨妹本人吗？不认识啊，不认识啊。哎，还有谁啊？猎神还有其哪些实况组？完蛋，我一时想不起来，我就只记得我刚刚讲的那几个。没有啦，我都记得啦。还有我们家最漂亮的，不对，我们家相当漂亮的草妈，对不对？不用啊，我不用推销自己啊，推销自己干嘛？我这么小咖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不知道那个退局区啊，那个米塔他们那区是什么神圣领域，没办法轻易踏入。感谢订阅。哎，坐标跑完了，没有城堡。感谢 CHEN， 感谢你，牛干爹。
恶名转全，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把队友杀了、欸，太棒啦！我在家跑的话，那个因为笔电的关系，我的细节做得很差，所以那个弯道的甩尾控制力道都很差，乱点也很不好。所以我才会比较少在家开跑跑台，就是去玩一些可爱的小游戏。新年快乐啊！返校已经玩完了哦，如果你想看的观众会到 YouTube， 已经上传到 YouTube 咯。何时开台打喽？考虑一下，哪天心血来潮的时候就来打。我说开台，那私底下我还是有在打，昨天就有打，还一直输呢。我这个脸说话很不协调，正常吧？因为没办法，笔电视讯镜头在正中间，它不在旁边，不然就是找机会再把视讯镜头带回来，就可能下车的时候再把视讯镜头带回来，会好一点。什么时候？打传说，晚一点会玩吧，玩一下。机车蓝会比较快吗？当然了、啊，肯定啊，你红气加多少，蓝气就加多少。我说等比例。我记得，如果你是一个人跑的情况下的话，你的红气积满一条的时候，蓝气是三分之二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四打四的情况下的话，你集满一条红气的话，蓝气就是六分之一，懂吗？对，我国小数学还是不错的。我真的觉得今天又比较好跑一点点，一点点脱票，也不行啊。不过上面那个灯照的我好亮、啊，
舒服。我应该会在高雄待到2月3号吧，2号或3号吧。我把灯关掉，不舒服。那把我视讯调白一点。好，就这样，这样舒服多了，不然眼睛超酸的，一直被那个光照的。韩国。观众场吗？传说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可以打观众场。礼物送达，那个是什么礼物？小草萤幕上有紫点点，你确定不是你自己的紫点点吗？哎呦！完蛋了，甩尾按不出来，直接去吃草来了，这里换红开，这个蓝抽不到。我一个猛烈急起直追，再换红开，这里一个双飘吃双蓝，这里开始吸他尾流，啊！好吃，我怎么这甩尾按不出来？是系统上问题吗？不是，是你的问题。困，我来跟你了。我们来去跟困一对。空甩是系统上问题吗？不是啊，空甩就空甩啊，空甩是一个蛮不错的东西。空甩也是你自己废了之后才造成空甩的。奶热，
为什么多了一个草可可米粉呢？那个是谁啊？我直接被裤裆里的大岩蛇攻击了，好害羞哦。哎！追不追得到？应该可以。好，我认真追一下。来，我要瞪你们的，瞪眼功。好，追不到了。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好，不行。哦，我居然没中哎！我们跑完这一轮吧，跑完这一轮我就不跑了，不跑了。跑完这一轮我就不跑了，就是开台跟大家聊聊天，开开心心。这个开开心心过好年，不是有那个吗 ？Jetting 不是有那个吗？那个叫我们录一段鸡年行大运的话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曹哥哥，今天有打算去哪里玩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最近去把《恶灵古堡》最终章看完了，那画面不知道在闪什么毛的。你告白狂。上去帮困困鬼。奎哥，我来了。看我们是阵亡了，哎，他太外面了。我奎哥第一了，奎哥第一了，奎哥第一，我们不能丢奎哥的脸。
我们必须拿一二秒好像才会赢。坤坤坤，完蛋了。草哥哥有赚钱吗？什么意思？赚什么钱？你所谓的赚钱是赚什么钱？下一次的比赛叫什么比赛？叫做2017年鸡年大平台比赛。其实那群没有什么在跑，没有吧？有在跑啊，只是因为大家都回老家过年，又不能跑。小潘也回老家过年啊，又没电脑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肯定是要衡量一下什么东西比较重要啊。等到大家过年这回来之后，再开始。是聚在一起练习就好了。会转播啊，到时候会有转播，不用担心。到时候会有转播。不过我们比赛。不会开台，我比赛不会开台。应该是我们到时候应该会讲好吧，就是我们几个比赛的时候是不会开台的。对，我们希望人流带到官方的那个平台上去，我们开台就会分散那个人流。那但是我一样会录制我的一个比赛过程，会传到我 YouTube 上去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期待一下，如果你想看的话，就是那个比赛过程。对，梦幻脱飘，不行，输起来。我以后变胖吗？没有吧。小胖这种精神病院，他直接打我脸，他直接一个精神病院。